新闻大小评，千钧一发我来评。说啊，危急关头，恰巧有洒水车路过，秒变消防车，成功的控制住了火势。最近呢，在浙江宁波余姚圣路高架上呢，一辆白色轿车因为连续变道，先后呢与两辆货车发生碰撞，导致车头起火。那么现场交警啊，赶紧借来灭火器灭火，但是呢，火势太大，难以扑灭。危急关头，高架桥下呢，正好有一辆洒水车经过，通过紧急协调啊，在洒水车悠扬的旋律当中，不到5分钟。火势呢就得到了控制，可是啊，等处理好现场，交警发现啊，这辆紧急变身的洒水车早已经消失在了车流当中。千钧一发来救急，功臣身退隐踪迹。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呢，还有天津的一位钓鱼大哥。最近啊，有网友拍到大哥呢眼疾手快救人的惊险一幕。当时啊，一个小女孩是在河边玩耍时呢是不慎落水，多亏旁边练习路亚抛投的大哥呢反应迅速，立刻在河边俯身，一把将落水的女孩给拉了上来。好心肠啊，还有好身手，给大哥来点个赞。不过呢，千钧一发之际啊，未必每次都有援手救急，还是要给大伙来提个醒啊，化险为夷虽然好，安全第一最重要。